观众朋友晚安，赶快带您来关心的就是这个路径让人猜不透的卡努台风，到底过去一个小时它的强度还有路径上头有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赶快带大家来关心了。透过气象局最新一报的一个警报单，还是带您来关心一下。您可以看到呢，卡努台风呢，它在过去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强度还有暴风圈半径没有任何的改变啊，依旧维持在一个中度台风的强度，而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还是280公里，非常广泛的云系哦。那当然呢，我们要来关心的就是因为呢，它现在呢距离台湾非常的靠近，大约是在我们的东北部的海面3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头。因为呢这几个小时下来接近滞留的状态哦，停在我们的家门口哦，所以导致它的外围环流持续在影响台湾。甚至你可以看到气象局呢预计呢，即便到了明天8月4号的下午5点钟，你可以看到它走得非常的缓慢，才走一点点的路程而已哦。预计它在今天的深夜到明天清晨这一段时间，慢慢会开始北转了。北转通常台风的速度就是会放慢，再加上现在没有明显的动力条件，整个台风陷入了安行场里头哦，所以导致呢，这个卡努台风在今天可以说一整天的时间走得很慢，乱飘，所以导致呢路径上头变化性其实都还很大，也要提醒观众朋友持续锁定静新闻，都会带您来掌握台风的最新动态。那至于呢，因为台风在我们的家门口，而且站着一动也不动哦，所以呢，气象局也针对这个台风呢，海警路径持续发布的范围还是要带您来关心哦。海警的部分呢，就是北部还有东北部的海面，至于路径的部分，维持北部4个县市北北基还有宜兰。这些县市的观众朋友提醒您要留意哦，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呢，卡努台风的暴风圈随时都有可能再度笼罩。其实我们讲到卡努台风呢，其实它的这个暴风圈半径是有稍微在今天傍晚这段时间呢轻触到我们东北角的陆地，接着弹开了，然后接着就在台湾附近不停的转圈圈，所以不排除稍晚的时候它整个暴风圈还有持续笼罩我们东北角，甚至是呢基隆北海岸陆地的机会哦。整体来说呢，今天现在这个时间点一路到明天清晨会是卡努台风最靠近我们的时间点，一定要留意卫星云图我们进一步来看了。因为呢卡努台风待在台湾的东北部海面上头，你可以看到外围环流的水汽持续让北台湾一阵一阵的大雨下不停，就连今天中南部地区雨也开始下了。为什么？风场除了西北风之外呢，还有偏西风，甚至你可以看到西南风也吹进来了。所以呢，今天像是中南部山区的部分呢，南投的部分累积到现在就已经突破100毫米的一个累积雨量了。我们透过动态的累积雨量图带大家看得很清楚。我们来看到这一回的台风，虽然没有像上一次的杜苏芮台风哦，这个花东地区下到快要1000毫米哎。这回的这个卡努台风呢，你可以看到呢，它其实这两天下来呢，整体的降雨还是在快速的累积，尤其是北台湾，甚至是呢整个大台北的北侧，像是呢北投还有士林哦，就出现了紫色的区块，也就是说两天累积下来已经突破了200毫米的累积雨量了。中南部地区的山区也快速的在今天累积蛮多的降雨哦，就连我刚刚进来之前呢看了一下资料，高雄部分地区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比较强的雨势，提醒观众朋友北台湾的降雨持续，而且风很强。至于中南部地区雨现在这个时间点才要开始下而已，大雨特报的范围我们进一步带大家来看了。因为呢卡努台风持续的靠近台湾，所以呢气象局针对了全台发布大雨特报的范围呢持续的扩大，现在一共有17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尤其在山区的部分，你可以留意到的呢是发布到橘色的豪雨特报，也就是说呢，气象局预计哦，这些地方今天都会有蛮明显的降雨哦，一整天的累积雨量可以突破到200毫米以上。提醒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发到豪雨特报，比北台湾发到更强的这个降雨量的预测，
所以不是离台风比较远，雨就比较少哦。中南部地区看起来这回雨势会比北台湾还要来得更多。我们说这回卡努台风呢，最靠近我们的时间点就是现在一路到明天清晨的这一段时间呢、哦。所以几个关键的时间点，我们还是带大家来留意。但是我们一个前提就是它不要再乱飘，它有明显的导引气流。依照现在的路线来走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什么时候整个暴风圈笼罩最多台湾的陆地呢？预计在今天午夜到明天凌晨两点钟这段时间呢，不只是基隆北海岸东北角，还有呢宜兰的这个北侧，甚至连大台北地区都有可能笼罩在它的范围之内。那我们就想问，什么时候我们要脱离它的暴风圈呢、啊？预计最快要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可能约莫到明天清晨五点钟左右过后呢，我们渴望可以最快解除陆上台风警报。那么海警呢？海警恐怕就要等到明天中午过后，下午两点过后，一路到傍晚这段时间呢，整个台风有明显的导引气流之后呢，才会逐渐的远离台湾往日本的方向来奔去哦。所以呢，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时刻开始，不只是北台湾的观众朋友，中南部地区呢也要严防整个台风在靠近我们，我们绝对不可以对它的这个降雨还有风力掉以轻心。紧接明天各地的温度要提供给你，北部地区明天降雨几率都是很高，来到70%。中部地区的观众朋友，明天的强降雨一定要特别留意。南台湾的部分雨开始要下而已，而且一路会下到周末假期。东半部地区呢，宜兰的降雨几率比较高，花东要留意高温的状况。离岛地区的观众朋友，沿岸的风浪都偏强，尤其是连江一定要特别小心。以上就是这节的气象。下载镜新闻 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尽善尽美，尽好新闻。